夏娇，你看我这啥变化没？没变化。你还没看着呢。没变化。我换发型了，你再看看这个，看看。看出来没？删了干嘛呀？你不是最喜欢那些旅游的照片吗？不在乎了呗。以后咱们俩在一起了，到了贼星星以后呢，我就想跟公司解约了啊，大不了赔点钱呗。你在这儿都待这么久了，公司早就自动解约了。啊，也是。嗯，以后呢，我想换个工作啊，找一个电台当一个电台主持人，就只出声不露影那种。 平时还能主持个婚礼啊，主持活动啥的，也能挣不少钱。挺好的。完了。对啊。我做了这么大决定，你就说这仨字回复我。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。那是我做决定的。那我必须也支持你啊。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你说两个人的感情能有多牢固呢？娇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我不是怀疑你啊，我是怀疑我们。周奇墨和振振10年的感情却抵不过一次意外。你都说了，那不是意外吗？那后来小谢和振振呢？那是经历过生死的感情，不是也没有结果吗？那咱俩。 咱俩就更别提了。我对你的感觉就是粉丝对明星的感觉，最多加一点习惯。少爷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要不然我们就分开一段时间，大家都冷静冷静，看看这段感情到底是什么。那肯定是什么？ 想跟你说件事儿，你来了正好，我也有事儿呢，想跟你说，要不你先说吧。我是想说，关于咱俩感情的事儿。你要说这事儿吧，那还是我先说。你看啊，这段时间呢，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大家呢心情都不太好。对，所以我想。所以我想，你对我的感情啊，能不能先放一放？你的心意呢，我领了。等缓过这段时间再说。 行不行？行，我告诉你，你说不行呢，也没办法。说行。你怎么能说行呢？我为什么不能说行呢？不是，我多挪挪也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。再说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强扭的瓜不甜。不是。 洛诺，那个今天你状态不对，要不这样，我再给你次机会，你认真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。其实，从陆小西走了以后，你整个人就变了。你跟我说完这些，我整个人又变了。